的第一个第二个信条，生是恒的一直，恒的一直是在它的形式上。我想这首诗在汉语诗里可能形式相当特别的。首先这首诗有一个场景 setting， 这是西方诗经常用的技巧。它诗里头有时间背景，就是春天，定了位就是春天。诗里头有两个人物，一个人物是这个说话的人，就是说话的 speaker 这个人物，还有个人物是隐藏在背后，这两个人物。那么有时间的过程，时间的过程 time passing 在里面，最后有戏剧感，戏剧性，一首诗以一个戏剧来结束，这是西方的技巧，它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内容，任何的内容可以用这样的技巧。 So I want to use this poem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